好，在 IKEA 把物件准备好，然后也做好 3D 啊、材质啊、输出去到 Atlantis 之后呢，我们就输出成 Atlantis 的格式之后，我们就来开启 Atlantis Studio 3哈。这个 Batch Render 3呢是另外一种运算，就是它是批次运算、一次运算的软体啊。那这个是你设定好可以用这样来做啊。我们先来看，在设定的时候，你必须要先进到 Atlantic Studio 3哈。现在版本其实已经到4了啊。那可能我们要不晓得来得及来不及让你们改成4啊，因为全个教室如果要改成4的话，可能所有软体要再更新一次啊，我不晓得电脑厂商有没有办法配合，有办法这么快了哈。好，启动之后它会慢一点，而且因为它很耗资源，所以会比较慢哈。那如果你在家里做，最好把 RKK 给关掉了啊，最好是关掉，因为记忆体的应用会好一点啊，否则它会记忆体不够，它会自己跑你的硬碟。那只要把硬碟拿来做虚拟记忆体，那就会整个都会慢下来哈。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要运算的话，实际上你一定要关掉所有其他，你也不能在那上 IE 啊，什么都不行哈。好，进来到 Atlantis 呢，它以前到现在都一样，一定要你就直接打开有点 ATL 的这样的一个档案 Atlantis 哦。的档案，那我们到桌面去看。我们刚才有输出一个 class 14啊，那有些同学好像有直接把其他的档案打开，像 DWG 啦、SketchUp 直接打开啊，是可以直接打开啊。可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如果你直接打开，通常还是会遇到一些状况，所以建议最好是会出成 Atlantis 标准的档案，再去 Atlantis 打开。不要直接打开其他种格式哈，不要，尽量不要啊。好，那 class 是 14 啊，这是我们的课刚才转换出来的档案，打开，它就开启进来。进来的时候可能是黑的哦，可能是一片黑的，啊，也有可能看得到啊。那这样都有可能啊，有时候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有时候是一片黑的啊。我们再来说明为什么哈。好，进来的时候呢，这个你看得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刚刚最后存的角度。那我们先看整个界面哈，这有这个裁纸器、灯光、太阳、物件和透视图啊，这样。那其实它有4、5种不一样的图种：透视图、平行图、平行视图就是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这一些叫平行视图哈。那有些同学也把这个平行视图拿来直接这边做完的平行视图拿去做这个你毕业制作版面上的图面，那会很漂亮哈。我再说明怎么做。那再来有全景环场哈，这叫 VR（Virtual Reality），就是有点像刚才我帮学姐做的照片啊，这样一圈一圈做完了之后，一个场景一个场景这样去串联的，叫全景场景。那另外 VR 物件比较像，你如果有去过汽车展示的网站看过，他会把一台汽车左翻右翻，把那个车子当成像一个玩具这样翻来翻去，那个就叫 VR 物件啊。那其实它这个也可以做成像 VR 物件，你可以上下左右翻。啊，那这个比较像你把这些物件呢整个翻啊，你眼睛是不动的，上面那个是你眼睛动来动去，物体是在那里不动的啊，你就眼睛动来动去。那动画当然就是一连串 fly through 啊，就是飞行的，就是穿越建筑物啦，或者是穿越哪里的这样的一个动画。那我们先从透视图来看啊，透视图是我们最主要的功能哈，你要调整，大概都从这里开始。这里有5种功能，灯跟太阳是很类似，这是物件哈，那这是这个裁纸器哈。那我们来先来看这个最常用到的透视图哈，因为它要调整角度啦，选择灯光啦等等哈。如果你一进来的时候你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那表示太阳的时间不对啊，因为一般它都是用一个
太阳的时间哈、哦。那如果 schedule 进来，通常太阳时间会不对。但如果是从 RGK 进来，可能会对，因为你 RGK 那里的时间是比较像我们现在的时间哈、哦。好，我们再过来看太阳啊、哦，就是因为你进来如果是全黑，就要先设定太阳，所以我们还是先从太阳讲起哈、哦。太阳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选项啊、哦，你要先选的是区位，到底你在哪里啊、哦？那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你可以用点的啦。台湾大概在这里啊、哦。那如果你实在是找不到，想要真的知道你现在区位，其实是有可能。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可以把你的真的定位，就是东经几度、北纬几度定位出来啊、哦。那你可以在基地上定位，或者是用 Google Map 和 Google Earth 啊、哦，都可以把那个真的精准的方位给叫出来啊。那再不然你就是很粗略的，比如说在这边打一个。打一个经纬度，台南经纬度，这就有12度12分，23度0分，台南市。那、啊、你也可以，就像我讲，有很精准，也可以120123。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你在阿特链接120，12，好，在东京，然后再来23000哈，23，然后你新增一个自己的城市。好，他就选台南。好，现在就会到你真的经纬度上，120123，设定之后打入，然后确定啊、哦，新增了啊、哦，他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选台南啊、哦，他就会跑到台南的太阳的角度啦，还有时间啦、长短等等哈、哦，这是第一个区位一定要先改变啊、哦。然后第二个呢，太阳的部分呢还要改的是你日期要改啊、哦，这是8月20号。8月20号，那改在哪时候呢？要看你的设计案啊、哦。通常，因为我们是以室内设计为主的，你当然希望太阳光可以照射进来室内啊，或者你要模仿是夏天太阳不会进来，那也可以看你哈、哦。但是通常，因为我们是表现室内为主，通常我会建议你用哪时候呢？11月左右或者12月，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太阳斜射进房间最强，啊，那个是太阳的角度。如果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它是东边起来，然后直到正午的时候是在我们的顶头上面，啊，然后直到下午的西边的时候进去啊。但是如果是冬天的时候，不是，它是东，太阳是东边起来，西边落下，没错。可是到了正中午，它进去我们房间的时候是有角度的，23度半。所以在冬天，其实进入南向的地方的，就是如果你有偏南向的房间呢，它其实会充满阳光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说南向的房子比较好，就是这样，哈。那也就是说，我希望你把它设在大概设在这个11月、12月左右，所以我设在11月好了。可是在11月或者12月的阳光呢，会比较弱一点，哈，不像在夏天的时候太阳这么强，啊、哦，它这个有差的哈、哦，这个都是人家经过演算的哈、哦。好，那到底是要12点还是哪时候呢？12点它就在正上方，然后23度进去。那如果你要效果好一点，可能是要早上9点、10点，或者是下午3点左右啊、哦。那我们设3点好了，啊，设3点左右。啊、哦，它太阳有强，而且斜得很斜，你看很斜，所以那个房间，如果你进去的时候，那个房间是充满光线的。虽然不是下午哈、哦，因为如果你到了这个，你比如说东边起来是当然很进去的，可是它光线很弱，因为一大早光线很弱。到了晚上的时候5、6点，它也是很斜斜进房间，可是那个光线也很弱，
所以你要又强又斜进去房间的话，大概就在两三点左右，而且冬天它的阳光进去房间，而且还算强，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表现那个房间是充满阳光，很舒服的啊。好，所以这个时间的选定是依照你，我们因为有室内设计要表现，所以调整在这个地方。那下午大概在两三点，好，那光线的强度就看你啊，这个可以不用调，这个要调，这是阳光的影子啊。如果你想要表现夏天的时候呢，影子就要强烈一点。那如果你表现冬天的话，就不用，就影子可以稍微弱一点，不用那么强。那么强，它就影子很黑啊，我们也不用太弱，弱到这样有时候太弱了啊，你会觉得好像不像真实的啊，所以这个可以调。再来是云，啊，可以调，云可以调。这个你看它有很多种云，云呢这是最从上面到下面这样啊，你可以调，啊，这是最上面。那这因为这下面的这很多云，所以我把这个下面调少一点，少一点积云少一点，层云多一点。啊，你看，哇，层云多了就盖住了，啊，最上面的卷云，哎，卷云看不太出来，好，所以你可以自己调整那个你感觉的太阳的状况。那即使是60、18、13，你还可以做一个叫做掷骰子的动作，你可以有一个变数，所以你可以有不，虽然同样这个数值啦，60吧，可是它的云的位置它会随机变化，你也可以自己大乐透23，还是。变17啊，insanity 的幸运号码，好。然后如果你打一个云彩遮住阳光，这个影子就很弱了啊。如果你打这样的话，有时候影子就没有看到阳光了啊，就没有看到阳光，好，就看不到那个光线啊。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你太阳的部分就设定完成了啊。这里还有一个点，这里，这个以后再讲。对不起，我要再讲一个叫基地的位置。对不起，不是这里，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跟这个太阳有关的，就是在太阳底下的时候，如果你把 2D 图，因为这个 2D，这个应该是要过来一点啊，看到 2D 的状，这个2D 的图像，这个还有东西南北向，这个要设定对哦，因为太阳走法就不一样。你看太阳有没有？太阳角度现在在哪里？就是看你的北边在哪里。你看后面模型就有在调整了。啊，假设是太阳是在这个地方，哇，你看到，你看有没有？你可以看到阳光从那边照射过来，啊，当然这个是主要是北向在哪里啊，这个当然要根据基地了，你的基地的北向在哪里，它就会在哪里哈，这样，OK，好，那这样就把太阳设定好了哈。